第十七届亚洲电影大奖十号在香港举行颁奖典礼，金马影帝吴康仁以《富都青年》入围最佳男主角，虽然最后惜败日本影帝一所广司，但小粉丝身份却收获满满。吴康仁与偶像梁朝伟因一起进驻影帝，整晚坐在一起，让吴康仁兴奋发文：“一直喜欢的人，整晚坐在你隔壁，跟你聊电影、聊表演，然后给你一些鼓励。”并曝光与梁朝伟的多张合照。而梁朝伟在颁奖前受访时也盛赞吴康仁内心戏表现得很厉害，粉丝也纷纷留言大赞：“认真的你值得这一切。”